巨型造型热气球五彩缤纷，全都排排站在台东鹿野高台大草原上。一颗颗热气球一大早点火升空，一旁斜坡草地挤满外地游客。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热气球搭乘只限定台东人参加，外县市游客只能在外围观看。不过这一家人从高雄过来，却能近距离拍照。原来他们一家才刚入籍台东。我检查一下身份证，检查一下身份证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台东县长饶庆林上前跟这家人打招呼，开玩笑说要检查身份证。原来这家人连续九年到当地追求，原本住在高雄的他们，为了延续追求传统，前一天特别把户口迁到台东。所以你要迁入户的台东家。陈先生一家四口是此中的热气球粉丝，二十号特别到台东户政事务所办理户口迁移。今年的话，因为限定台东人，所以要把户籍迁来这边，他可以继续维持追求的记录。一开始觉得很疯狂，但是后来想一想，觉得真的很热血，就决定要一起参与这个活动。开心在热气球前留下合照，为了热气球连续九年不缺席，就连在地的人都大赞这家人实在好热血。三立新闻王浩源下报名台东采访报道。